妈妈是阿瓜啦，李官古传令呐，都30年了，想不到还能碰到你啊！但凡喜事，我反对。啊，那爷安才是春花啊，少年时阵嫁的迄个闺女哦。当初富康明明喜欢的是我，是你横刀夺爱，把他抢走了。我这世人不可能原谅你。秋月啊，你女儿真的要嫁给卖卤味的哦？我这张脸简直是标准啊！妈，啊，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？除非现在打雷闪电，我就同意。如果能够不子成婚，也许可以化解春花秋月他们的陈年恩怨。吴子涵，你明明知道陈秋月是我最恨的男人，你却把女儿的肚子搞大，我掐死你！来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做主，囡仔留落来，恁赶紧结婚。今天我们聚集在上帝的面前，是为了吴子涵、林曼柔这对新人神圣的婚礼。现场有任何人反对这两位新人的结合吗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吧。继续。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位结为夫妻，任何人都不能参赛。有任何事，一通电话给妈咪，我马上就到。不啊，我看哦，你们两个震惊了，现在准备开戏。要比来比呀！春花，竟敢折磨我的宝贝女儿！让老婆舒服是老公的责任。一旦哈进入了婚姻的这个武林，难免都会有腥风血雨。我妈还眼睛长在这里。女人不醉，女人没机会。就算你介绍了，我可能也没有时间交女朋友。那你觉得我妹怎么样？